拍到方院接送女儿上学的画面，大学女 Champagne 的中文名也首度曝光。事前方院身穿条纹衬衫搭配牛仔裤，约在下午两点由司机接送抵达学校。他手牵扎着双辫且穿着校服的 Champagne 走出学校，母女同框，画面温馨有爱。第二天方院依然接送女儿上下学，她面戴墨镜，身穿白 T 配黑色长裙，抱着女儿走出。女儿的中文名也被曝光，书包的名牌写上郭永熙。当被问到女儿是否已习惯学校生活时，方院点点头，再问女儿上课乖不乖，她即说好乖呀，之后匆匆上车回家。